26岁纯欲女神网红冯子云，拥有亮眼外形、脸蛋与傲人火辣身材，在 IG 拥有超过40万的粉丝。这是免费可以看的吗？我刚刚才去运动完，你们能不能用健康的眼光来看待我，好吗？冯子云日前控诉17岁遭许南非自愿的被强迫发生性行为，当时许南半哄半骗表示愿意负责，半年后发现怀孕了，对方却要求他去堕胎，还作为监护人签字同意。在这之后，我才同时发现许先生有正宫女朋友，甚至为了这些事情，他妈妈威胁要拿刀砍我。你们知道喝醉酒的人隔天最害怕面对什么？并不是你会失忆，因为像本人喝醉酒就是属于做任何事都会就是忘记的人啊，但是你的手机里就会突然多很多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拍的照片跟影片。我觉得这个是最让人家害怕的。冯子云控诉许先生经常趁他吃安眠药睡着后偷拍他的裸照，甚至趁他洗澡不注意时偷拍，并在冯子云提出分手后以此要挟必须跟他发生关系，冯子云拒绝后，许南便在付费 AV 网站将照片散播出去。冯子云坦言，本来觉得讲了也没用，因为我是写真女星，因为我穿着暴露，因为我怎么样，其实这对我来讲已经算是心理创伤，如果这时候你说我这时候还要再受到这样的批评，其实我是会受不住的。冯子云另外也发文提及当年曾去报案，不料派出所男警看完这些照片后近乎朋引伴叫派出所的男性员警都去看他的裸照，甚至嬉皮笑脸说应该要感到骄傲，最后不受理他的案件令冯子云十分痛心。如今 MeToo 事件延烧，他委托朋友将证据送到台中地检署正式对许南提告。他就用下体顶住，什么？人体千斤顶？哇，那也是一种天赋啊！他是用枕头，但还是感觉比较热。用枕头？哇！哇，哎呦，有没有看到露出凶气了？就这个照片嘛，这一张最有名啊。对，这一张最有名，他被开车了。然后胸前呢，变成夹背架，夹了一个背了，背架妹啦，其实就是背架。对了，看一下，看一下，看头衔。来来来，头衔是吗？外拍界林志玲，外拍界林志玲，身材更是很好，加油，你好啊，林志玲。你好，信哥。你好。笑的哈。哎哎。聊一下爆爆当年你发生什么事？丰功伟业。2013年的时候呢，因为有一张车展车模的照片，然后呢就被放到 PT 上面，就假饮料那一张吗？不是那一张，就有人偷拍我侧拍，然后呢放到那个 PT 上面，然后就引起乡民的讨论，肉搜了，疯狂讨论，肉搜。然后后来就因为我就觉得说好多人加我好友，我很紧张，就开了粉丝团这样子。哦，应观众要求，每天至少万人呐、啊！哇，万人加好友、欸，那真的叫做万人空巷了。太厉害了！按赞。好，你的大名叫做 Lucy 陆雨欣。Lucy， 一起来欢迎 Lucy。陆雨欣。哎，一起娱乐。这个是几年前的照片。这个是几年前吗？这是当年开始，真的大概两年多吧。两年多是什么意思？没有，我是说那个画质很差，这样子，对，颗粒比较大。那以前看起来很丰腴，怎么现在瘦成？对，你瘦了，有吗？真的吗？整个脸，因为我有去重训，有运动。哦，对，还是要吃。瘦了，瘦了，有劳我吃。但他是比较倒霉，他无端卷进卖淫事件呐。哎呦。美女都有这个困扰，是被人家乱吃货的。没有，请问，就有一阵子不是很红，就是网络上就一直在讲卖淫这件事情。然后呢，那时候有一个很知名的 L 女星，就是听说就是好像很多人点名啊，然后很红之类的。然后呢，那时候乡民就帮路。对，刚好我是 L L
很奇怪。之前的东西怎么卖呢？笨蛋也是他做的。太傻了。那个时候又刚好爆红，所以就变成人家会讨论到你，对，而且不断问你这个事情。就是他们就说，哎呀，最近那个 Lucy 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把粉丝团关掉了，然后呢，你还刚好被骇客弄掉，然后对，然后最近刚好出贤书，怎么会把那个粉丝团关掉了？你觉得太奇怪，就很奇怪了，对，好像就对，后来有澄清了吗？对，当然就澄清了。哦，所以你看呢，这个人怕出名，猪怕肥，对啊，女生就怕太漂亮，而且她又上了新闻事件，竟然被情色摄影师骚扰啊！啊，就是之前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很有名的摄影师，对对，来，哦，来，跟我的，再高一点，再高，来来，跟我相机，对，坐，谈恋爱，对对对，就那一个，对不对？就是他，就说，哎，我们来用一种坠落感的感觉，坠落感是什么感觉？然后他就是让我躺在床上，哎，然后呢，好，对的，我现在要配合他，是，对，他就有点类似拉住，然后呢，现在我躺下去，然后呢，他又放掉，然后我就躺下来，哎，躺下去，起来，躺下去，起来，哦，他就那种掉下去的感觉，对对对。然后我是摄影师，然后我要干嘛？然后可是他的方式很奇怪，就是这样都还 OK， 可是他就用下体顶住。哎呦，什么？人体千斤顶？那也是一种天赋啊！他是有用枕头，但还是感觉比较热。用枕头，热热的。我不知道，就觉得有一种温度，然后把你压住，这样就对了。就是他就说啊，因为那个什么角度的关系，所以我要用枕头顶住，然后那样拉你。可是就还是我觉得就是热热的，他觉得很奇怪，有温度了。你遇到摄影师这种要求，你就自己可以，哎，对不起，请你。对啊，先生，请自重。你都没有，你还是把它拍完。因为那时候就是刚出来拍照没多久，然后因为他也没有真的碰到我哪里，好，就觉得啊，应该只是我想太多了。为什么知道你是受害者？因为后来就有一个模特儿，就是也出来讲说啊，那某个摄影师做很奇怪的事情，然后后来就一堆人就去私讯，就说哎，我也是一样哎。哦，都是用一堆被害者就出现了，对，然后才发现自己是其中一个。对，女生在外面工作，自己要懂得保护自己，真的，除非说你是引诱的，对，那就另当别论。方面都有，几行就几行嘛。对呀，哎，如果是金城武帮你拍，你管他，你是骑上来，骑上来，你还会觉得说还有枕头啊？然后有这个人头拿开，对，所以这个人帅真好，人丑性骚扰嘛，吃草就好了，性骚扰，长相真的差很多，外拍界人称外拍林志。不是啊，你自己觉得人家不是，你说那个因为姿势吗？哎，哦，就是有一次我那个拍照嘛，然后拍到一个很典型的动作叫做猫趴，哎，猫趴，猫趴是像这样吗？类似，就是像一只猫这样。这个是，对对对，这叫猫趴，这是海狗海豹。就有一天有一个摄影师说，哎，那个 Lucy 来一个猫趴，然后我就听成海豹趴，我说啊，海豹趴，然后我就紧张一下，想说。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海豹，就是大家都叫我豹哥。哦，豹哥，我这个称号叫豹哥。对对对。那现在都在做什么？经过那些年，现在呢，直播还有拍照为主，模特儿这样子。一样是当也有活动。对，哎，有写真集吗？还是啊？有，我要寄给你。还真的有？真的假的？有，不是，有，寄给你。几年前出的，给我地址。OK。你是最近要出吗？还是已经出了？就是对，已经出了。对啊，可以拿来啊，节目里面我们奇怪，奇怪，为什么你们出写真集都出了这么低调呢？有啦，要宣传嘛。对对，有啦，因为已经抢说都两年了，我就没有特别再来了。哦，在拍新的啦。加油有在计划中，他个性很活泼，蛮适合演艺圈的。好，你看我们跟第一位讲没有？他点是喝的，酒喝过，可能他睡着了。他还喝酒喝到我这边闻得到酒味，你看对不对？对呀，我以为后面有会一打开出来的赵正。这一集怎么会有我？我当年也在爆红。好的，谢谢我们的 Lucy。谢谢。哎哎。